这是长袖的呢。对，可是它是薄的，它是薄长袖。长袖。对，然后它也是夹两件的。夹两件是的，很可爱。我觉得我很像要去打棒球哎。你穿起来就感觉你更小资了。对，因为它比较它版型做的比较大件，然后袖子又好长。对，袖子也很长。所以它就很适合搭这种马裤，嗯，因为是它的袖子有点宽度，感觉就是对啊，有点像在穿男生的衣服，对，有点可爱吧。然后它这里啊，它是英文刺绣哦，英文的，它是刺绣的，对，不是英文刺绣，然后刺英文字，对，英文刺绣，对，中文很烂，刺绣，然后是刺英文字这样子，而它的刺绣很工整，嗯，然后字型也很漂亮，然后背面就是素素的，对，然后它这里是夹两件式的。做一个短袖，然后再接一个长袖，加两件。然后我觉得这个材质啊，它其实是很薄很薄的那种。对，好，请摸。哦，真的耶，它是很薄，嗯，然后又很透气，对，是可以遮阳的那一种。然后有黑基本的黑白，然后跟这个亮色系的，这个是粉色，嗯，然后我穿这个是白色，不对，我穿的是蓝色。哎呦，蓝色，对不对？我在没有在看这个字，我觉得它这个字它真的刺得很精致哎，然后它这里连那个英文的句点都有哦，连点点都对，连那个句点都有，然后刺得很精致，然后背面就是一件大大的衣服，宽宽大大的，对，我觉得很适合，就是如果你要出去海边也可以，因为它就很一个很薄透的长袖上衣，推荐给比基尼，对，而且它又长长可以盖屁股，然后你就露出那个比基尼内裤，微笑线超性感，对的，推荐给你们哦，好的。